在楚剑秋从擂台上下来之后，唐正业走到楚剑秋身前，恭敬地向楚剑秋行了一礼，感激无比地说道：楚公子，多谢了。唐兴文之所以能够突破神灵境，唐正业知道其中楚剑秋肯定起了很大的原因。因为那天楚剑秋从主峰离开之后，唐兴文便告诉唐正业，从此以后唐家要全力辅助楚剑秋。虽然唐正业当时不知道楚剑秋与唐兴文之间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居然能够让唐兴文给他下达这样的指令。要知道，若是真按照唐兴文的话去做，唐家从此以后就要沦为楚剑秋的附庸了。当时唐正业虽然口头上答应老祖的要求，但是内心却还是有几分不愿意。唐家即使再没落，也还不至于去给一名天罡境二重的武者当附庸吧。即使楚剑秋的天资很惊人，但今天唐正业终于知道那天楚剑秋究竟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一种能够让本来寿元将近的神玄境巅峰武者突破到神灵境的手段。即使唐家付出再大的代价，也不足以回报楚剑秋的这份大恩。楚剑秋连忙回礼道：唐家主客气了，晚辈和天磊兄是挚友，唐家主这样做可折煞晚辈了。唐正也闻言，也就不敢再做这种表面上的功夫，以后唐家全力支持楚剑秋就是了，再在表面上客气的话反而生分了。唐天磊在一旁看到这一幕，心中好奇无比，顿时心痒难搔，凑上来好奇地问道：父亲，你楚兄在打什么哑谜？唐正业淡淡地瞥了他一眼，说道：没你的事儿，一边去。这种秘密无比的事情自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本来唐兴文连唐正业都没有告知，只是唐正业通过一系列的事情之间的联系猜到了事情的真相而已。毕竟这种事情关系实在太大了，毕竟是可以让神玄境巅峰强者突破到神灵境的手段。如果这消息泄露了出去，恐怕楚剑秋会陷入极危险的境遇之中。毕竟这种机缘对任何一个神变境强者来说都是致命无比的诱惑。楚剑秋的底牌再多，毕竟目前的境界修为还低，难以抵挡那无数的明枪暗箭。等到唐兴文、荆良吉和穆雪峰离开后，干扰比试正常进行的因素就消失了，于是比试便开始继续正常进行下去。那30名进入最后一轮比试的弟子接连不断地向十大真传发起挑战，处于第7名的吴凯歌和第8名的蓝杰是遭到挑战最多的两人。不过即使两人是如今十大真传剩余8位中处于最后的两位，但是实力却也非同小可，远非普通的半步神变境武者所能对付得了。向蓝杰和吴凯歌挑战的弟子大多都失败，这些上青宗弟子再次见识到了十大真传实力的恐怖。在30名弟子挑战过半之后，楚剑秋也开始下场挑战。楚剑秋挑战的对象是吴凯歌，被百里风雷一脉恶心了这么久，楚剑秋早已经憋了一肚子气，他早就想找个机会好好教训一顿百里风雷一脉的人。吴凯歌是百里风雷的亲传弟子，自然是很好的开刀对象，而且最开始对楚剑秋发难的人原本就是吴凯歌，楚剑秋看他不顺眼很久了。以前因为一来自己的实力还没有足够强大，正面交战打不过吴凯歌，二来也找不到合适的时机，所以在面对吴凯歌的屡次挑衅时，楚剑秋都只是采取防御的姿态。现在该是出一出胸中恶气的时候了。吴凯歌从座位上站起来，向着擂台上飞去，他也早就想找一个机会直接对楚剑秋动手了，只不过他一向行事谨慎，一直都是隐居幕后，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他不会亲自下场。由于楚剑秋有唐家罩住，吴凯歌也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对楚剑秋直接动手。
现在是正式探一探楚剑秋深浅的时候了。听说你在黑风岭防线击杀了黄甫红，还击杀了好几名血影联盟的神变境强者。吴凯歌怀抱长剑看着楚剑秋，嘴角露出几分淡淡的讥讽。楚剑秋淡然一笑道，怎么怕了？怕了就赶紧认输，我不介意暂时放你一马。吴凯歌闻言顿时嘴角露出几分冷笑道，哼，你以为我是那些白痴相信这种无稽之谈？我今天要亲手把这个谣言打碎，让你原形毕露，让大家看清楚你这个所谓能够击杀神变境武者的真面目。如果你现在求饶的话，我可以让你败得不那么难看。楚剑就瞥了他一眼，摇了摇头说道，废话还真多，也不知道你的本事有没有你的废话这么多。吴凯歌听到这话顿时也忍不住了，身上剑意骤然爆发开来，无数条凌厉剑意把天上的白云切割成一缕缕碎片。这些剑意向楚剑秋直冲过去，要把楚剑秋搅成碎片。但当这些剑意冲到楚剑秋身前百丈范围内时，却犹如遇到铜墙铁壁一般，再也难以寸进分毫。与此同时，楚剑秋身中百丈范围内忽然出现一道道巨大的风刃，这些风刃组成一堵封闭，在楚剑秋身中高速旋转，把吴凯歌的那些剑意搅成齑粉。这堵由无数风刃所组成的封闭，以楚剑秋为中心迅速扩大，由百丈方圆迅速扩大到数百丈，直向吴凯歌蔓延过去。见到眼前这一幕，台下无数弟子顿时不由一片哗然。风之预警，天哪，他居然领悟了风之预警，他这才什么境界，居然就领悟了道之预警。这家伙虽然说话狂妄无比，但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看来黑风岭防线中的传言也并非尽是虚言，即使没有那么夸张，也应该有几分事实。楚剑秋展现出风之预警，顿时使得现场掀起了一番轩然大波。要知道道之预警可不是那么容易领悟的，连很多半步神变境的强者都领悟不了道之预警。想不到楚剑秋这个区区的天罡境二重武者就取得了很多半步神变境的强者都取不了的成就。吴凯歌在见到这堵风刃之壁的时候，瞳孔也不由一缩。作为十大真传之一，吴凯歌同样也领悟了道之预警，深知道之预警的威力。一旦自己陷入楚剑秋的道之预警中，将会陷入极为巨大的劣势之中，相当于进入了楚剑秋的主场，各方面能力都会被压制到极致。吴凯歌虽然对楚剑秋施展出风之预警感到震惊，但是楚剑秋想单单凭借风之预警就将他击败，这想的也太简单了。吴凯歌冷哼一声，心念一动，在他身中顿时出现一缕缕水线，这些水线越积越多，最终成为巨大无比的水流。这些水流围绕着吴凯歌高速旋转，最终形成一个以吴凯歌为中心的巨大漩涡。这个巨大水流漩涡同样以迅速无比的速度急剧向外围扩散，最终与楚剑秋那堵锋刃之壁撞击在一起。两种道之预警剧烈碰撞在一起，顿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无数的锋刃与水流四处飞溅。这些锋刃与水流撞击在擂台四周的防御光罩上，荡漾起一阵阵水波般的涟漪。两种道之预警相互绞杀，陷入了僵持的状态，谁的道之预警也攻不破对方的防御。楚剑秋手掌一张，一把长剑出现在手中，一剑朝吴凯歌劈去，一道缭绕着雷与火的巨大剑气劈开吴凯歌身周高速旋转的水流漩涡，朝着吴凯歌身上斩落。吴凯歌见状，长剑一挥，数道巨大水流凭空生出，往那道雷火剑气迎了上去。
几道巨大的水流溅起，与雷火溅起撞击在一起，在天空中不断崩散。单单是这些交手碰撞所散发的余威，都足以把普通的天罡境武者搅成粉碎。若非是擂台四周布置有强大无比的防御阵法，恐怕四周观望的那些弟子没有几个能够在如此剧烈的交手余威中存活下来。即使是隔着那防御光罩，看到里面交手的巨大声势，众人都不由感到一阵心惊胆战。原来这才是两人的真正实力，看来在之前的交手中，两人都没有出全力。擂台上的天空中，两道身形迅速无比的不断交错着，漫天的水火风雷不断的剧烈碰撞，爆发出一阵阵绚丽而恐怖的景象。楚剑就瞬息之间已经和吴凯哥交手了数十个回合，吴凯哥越打越是心惊，楚剑秋的实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估，交手数十个回合，他居然没有占到丝毫便宜。虽然他还没有竭尽全力，但是看楚剑秋的样子，也同样没有把所有的手段使出来。吴凯哥在又和楚剑秋硬刚了一记之后，身形一闪，往后退出十余里，拉开与楚剑秋之间的距离，再用道之预警阻挡了楚剑秋片刻，吴凯哥手掌一翻，手中出现一方光彩流溢的法印。接着，吴凯哥把手中法印往天空一抛，向着楚剑秋寄了出去。这方法印在寄出之后迅速变大，由刚开始的巴掌大小变成方圆数百丈之巨，整个巨大法印犹如一座小山一般往楚剑秋当头压下。法印表面散发出道道金光，这些金光交织形成一个巨大的牢笼，把楚剑秋困在了法印底下。法印的金光牢笼破开了楚剑秋的风之领域，巨大法印下压的声势惊人无比。见到吴凯哥祭出这方法印，下面观战的上清宗弟子顿时不由鄙夷无比。吴凯哥作为十大真传之一，而且境界修为比起楚剑秋高得多，在具有如此巨大优势的情况下，居然还要凭借法宝的威力取胜，这样就算他击败了楚剑秋也未免胜之不武。楚剑秋抬头看着头顶上方下压的巨大法印，眼神不由微微眯了起来。本来他还想凭借自身的真本事来和吴凯哥一决雌雄，但是既然吴凯哥想要斗法宝的话，那他就奉陪到底好了。吴凯哥想要和他斗法宝，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楚剑秋从荒大大陆秘境中搜刮了那么多的宝物，最不缺的就是各种法宝。不过在楚剑秋身上那么多的法宝之中，最合适对付这方法印的还是楚剑秋从血影联盟神变境强者傅飞跃手中得来的那个血煞万绝轮。这血煞万绝轮，楚剑秋已经让混沌至尊塔炼化了其中的血煞气息，重新用青玉琉璃火炼制了一番，已经丝毫看不出其中血影联盟法宝的痕迹。被炼化后的血煞万绝轮由血红色变成了青白色，楚剑秋把重新炼化之后的血煞万绝轮命名为离火万绝轮。楚剑秋手掌一张，一个边缘环绕着淡淡青白色火焰的轮子出现在手中。楚剑秋把这环绕着青白色火焰的轮子往头顶上的天空中一丢，整个轮子瞬间变成数百丈之大，边缘那些青白色火焰瞬间暴涨。环绕着青白色火焰的离火万绝轮轻轻一震，一股强大无比的威能从轮子边缘激荡而出，瞬间把那法印散发出来的金光牢笼给切割得完全崩损。整个轮子再一转，竖着对向那方法印，一道青白色的火线从轮子边缘激荡而出，向着那方法印切割而去。这道青白色的火线正整轰在那方巨大法印的中央，顿时犹如滚烫的利刃划过洞油，瞬间把那方巨大法印给切割成两半。那方巨大法印被切割成两半之后，吴凯哥全身巨震，
如受重击，一口鲜血从口中狂喷而出。吴凯歌脸色惨白如纸，身受重创。这方法印乃是他炼化的本命物，与神魂联系紧密，一旦这方法印受损，他同样也会受到重创。武者根据对法宝的炼化程度分为小炼、大炼以及炼化为本命物之分，把法宝炼化的越彻底，就能够把法宝的威力发挥的越大。但是炼化法宝的程度越大，法宝与武者的联系也就越紧密，一旦法宝受损，法宝的主人同样也会受到重创。所以武者对法宝一般都是采取小炼的方法，除非比较重要的法宝才会进行大炼，而炼化为本命物的法宝，武者一般都会极为谨慎，除非法宝的品相以及性能与自己的武道极为契合，否则一般武者不会轻易把法宝炼化为自己的本命物。这方法印乃是吴凯歌机缘巧合之下所得到的一件威力极大、品相极高的法宝。吴凯歌在得到这方法印之后，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把它炼化为本命物。由于这方法印的品相太高，吴凯歌炼化起来极为困难，他差不多耗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才把这方法印由小炼到大炼，直至最终炼化为自己的本命物。自从炼化了这方法印之后，吴凯歌便极少祭出这方法印来对敌，一旦祭出来之后必定要击杀对方，吴凯歌便极少祭出这方法印来对敌，一旦祭出来之后必定要击杀对方，因为这方法印是他的最大底牌，他并不想别人知晓他拥有这方法印。这次和楚剑秋交手，在长久拿不下楚剑秋之下，吴凯歌恼羞成怒的情况下，便祭出了自己这个最大的杀手锏。他本以为在祭出这方法印之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楚剑秋击败，谁知道最终的结果居然是被楚剑秋直接把自己这真若性命的本命法宝给毁了。失去这方法印之后，吴凯歌双目通红，巨大的打击之下几乎使他瞬间失去了理智，不顾自己身受重创，吴凯歌体内真元疯狂涌出，一剑朝楚剑秋劈了下去。这一剑他使出了最后的手段，只见无数的水流凭空生出，形成一波波滔天巨浪朝着楚剑秋涌去。与此同时，天上垂挂下数十道巨大水柱，把楚剑秋团团围住。这些巨大水柱与巨浪朝着楚剑秋迅速挤压过去，形成一幕恍若灭世的景象。擂台四周那些观战的弟子见到这一幕，脸色顿时一片惨白，原来这才是十大真传真正的实力。如此强大的实力，恐怕即使是普通的神变境强者也不过如此吧。看台上，邵景山和宫初丹看着擂台上那惊人无比的一幕，脸色不由微变。看来吴凯歌平时隐藏实力，否则以吴凯歌如此强大的实力，完全能够排在十大真传前五的位置。邵景山虽然在十大真传中排行第五，但是也没有把握能够抵挡得了如此强大的攻击。无论是之前吴凯歌祭出的那方法印，还是如今吴凯歌威力如此强大的一招，邵景山感觉若是自己对上了，十有八九是一败涂地的下场。楚剑秋感受到这些巨浪与水柱中所蕴含的巨大威力，脸色顿时不由有几分凝重。面对着威力如此强大的一击，楚剑秋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楚剑秋心念一动之下，数十柄长剑法宝凭空出现在楚剑秋身中。这些长剑法宝彼此间组合成一个威力强大无比的剑阵，把楚剑秋护在其中。楚剑秋掐动法诀，五行道之真理在剑阵之中流转，原本威力就强大无比的剑阵在这些五行道之真理的灌注之后，瞬间爆发出惊天动地剑意，一圈强大无比的波动以楚剑秋为中心
向着四周扩散出去，强大的剑意所过之处，瞬间把身周的那些水柱切割成肌肉，无数的巨浪在这股毁天灭地的剑意之下化成了虚无。最终这股剑意穿过重重巨浪，狠狠地撞击在吴凯歌身上，吴凯歌身体顿时横飞了出去，撞击在擂台四周的防御光幕上，啪嗒一声，犹如死狗一般从光幕上滑落下来。楚剑秋那一圈凌厉无比的五行剑意撞击在防御光幕上，顿时使得防御光幕不断的波动，隐隐有几分维持不稳的迹象。众人看着悬浮在擂台上空的楚剑秋，震惊的久久不能言语。楚剑秋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本来很多人并不相信楚剑秋在黑风岭防线所取得的成绩，甚至以此引为笑谈。但是今天过后，很多人都已经相信在黑风岭所发生的事情，楚剑秋的确拥有远超他们想象的实力。楚剑秋没有借助任何的大军战阵以及法阵的力量，尚且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若再加上数十万大军以及强大无比的法阵威力，楚剑秋还真有可能击杀神变境强者。楚剑秋击败吴凯歌也付出了不小代价，体内真元基本上消耗一空，在催动离火万绝轮的时候，楚剑秋体内的真元就已经被抽空了。毕竟离火万绝轮如此高品阶的法宝，远不是以楚剑秋现在的境界修为所能使用的，哪怕只是催动其中一小部分威力，都足以抽空楚剑秋体内所有的真元。后面的小五行剑阵，楚剑秋完全是凭借着神魂之力来激发，威力已经大打折扣，否则吴凯歌估计会受创更重。当然在那道五行剑意撞击到吴凯歌身上时，楚剑秋最终还是手下留情了的，否则吴凯歌就不是受伤这么简单了，恐怕会直接死在那道恐怖无比的五行剑意之下。楚剑秋之所以不杀他，只是不想在这种时刻激化上清宗的内部矛盾，因为楚剑秋一旦在这场比试中杀了吴凯歌，就相当于坏了规矩，很有可能会使得百里风雷那一脉人心惶惶，增加上清宗内部的不稳定。如今最重要的敌人还是血影联盟，至于这些内部的事情，等到过了与血影联盟比试的这个关头，再回过头来慢慢的收拾。在比试结束之后，早有一些执事堂弟子把吴凯歌抬下去治疗了。楚剑秋战胜吴凯歌后，便取代了吴凯歌十大真传排行第七的位置。其实这场比试中，不但有其他弟子向十大真传挑战，十大真传内部也可以通过这次的机会来挑战其他人。排名靠后的十大真传可以挑战排名靠前的十大真传，如果战胜了之后，就可以取代排名靠前的十大真传的位置。看着楚剑秋往十大真传这边的位置走过来，众人眼神不由复杂不已。劳飞光在观看了刚才那场战斗之后，早已经收起了对楚剑秋的轻视。虽然以楚剑秋刚才所展现的实力还不足以击败他，但是他要想击败楚剑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关键的是，他不知道楚剑秋刚才究竟有没有把所有的底牌使出来。如果楚剑秋还隐藏有其他手段的话，那就非常可怕了。最为关键的是，楚剑秋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还是在境界修为比他低得多的情况。劳飞光有些难以想象，如果楚剑秋拥有和他一样的境界，他在和楚剑秋对上将会是何等景象，恐怕那时他在楚剑秋手中将会不堪一击吧。慕容轻盈在看向楚剑秋时，一双清澈的眉眸顿时异彩连连，想不到只是过去了区区十几年时间，楚剑秋居然就成长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虽然之前楚剑秋扬言要杀金良吉，
慕容清影还是不太相信他拥有那样的实力。但是至少若是真和金良吉交手，楚剑秋并非就是任由宰割的对象。看来自己之前的担心有些多余了。这家伙即使是对上神变境强者，也还是拥有自保之力的。蓝杰看着楚剑秋走到他的身旁，坐在那张比他排名还要靠前的椅子上，眼中的神色复杂到了极点。想想在三年前，楚剑秋在他面前还显得弱小无比，须得借助唐家的势力才能与自己相抗衡。而今只不过过去了短短三年的时间，他就成长到单凭自己的实力就超过了自己。最为令人恐怖的是，听说这家伙进入上清宗还没有超过20年，而在当初他进入上清宗的时候还只是化海境武者。这种恐怖异常的成长速度足以让任何一个与他同代的武者都要心生绝望。虽然蓝杰在黑风岭战场上已经见识过楚剑秋的实力，但是当楚剑秋真正坐上十大真传的位置上时，他内心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邵景山看了一眼坐在蓝杰身旁椅子上的楚剑秋，心中不由有几分后怕。还好当年在算计楚剑秋时没有和楚剑秋爆发过太过剧烈的冲突，虽然当年自己居心不良，但是最终毕竟没有酿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否则今天自己的下场估计比吴凯阁不会好到哪里去。在楚剑秋挑战吴凯阁成功之后，接下来比试在继续进行着。有了楚剑秋和吴凯阁那场精彩无比的大战之后，接下来的比试众人只感觉兴致寥寥，直到东郭冷下场之后，众人这才重新又提起兴致。要知道东郭冷和楚剑秋可是同一批进入上清宗的弟子，两人之间也一直竞争不停。不过自从两人进入上清宗之后，经过数次的交锋始终都没有分出个高低来，所以众人都很期待这两人之间究竟孰强孰弱。想到接下来又要是一场龙争虎斗，下面众人顿时又开始沸腾了起来。楚剑秋看着走到擂台上的东郭冷，心中也是有着几分好奇，不知道东郭冷目前实力究竟成长到何等地步。这家伙在秘境中所获得的机缘比自己第一次进入秘境时所获得的宝物资源估计都要巨大，所以才会在这几年中实力以一个异常恐怖的速度在提升着。他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和东郭冷交过手了，以前的交手一直都没有分出胜负，这次倒也想知道现在他们两个究竟孰强孰弱。不过就在楚剑秋以为东郭冷会挑战他时，最终东郭冷却选择了邵景山。东郭冷的这个选择不由让楚剑秋大为意外，毕竟东郭冷一直以来都想战胜他，时隔数年之后在此有这样的机会，东郭冷居然会就这样放过。台下那些观众见到东郭冷居然没有挑战楚剑秋，顿时不由有几分失望，不过这种失望情绪也只是一闪而逝，最终众人对接下来的这场战斗还是有着很高的期待的。毕竟邵景山可是在十大真传中排行第五，比起排行第七的吴凯歌在名次上都还要排得靠前，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同样也会精彩不已。邵景山从座位上站起来往擂台上飞去，有了楚剑秋这个先例在前，邵景山对于比自己低两个境界的东郭冷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毕竟这个家伙在上清宗这一届弟子中一直以来都是和楚剑秋那个变态相提并论的。东郭冷之所以没有选择挑战楚剑秋，是因为在见到刚才楚剑秋和吴凯歌那场大战之后，对楚剑秋的实力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以楚剑秋那一场战斗中所展现的实力，他即使要战胜楚剑秋
要花费巨大的代价。端国冷并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太多的底牌。端国冷与邵景山一战，最终还是端国冷胜了。端国冷以天罡境七重的修为，跨越三个境界，击败半步神变境的邵景山，再次在上清宗弟子中引起轰动。果然不愧是与楚剑秋曾经齐名并列的绝世妖孽，这番表现并没有让人失望。端国冷和楚剑秋把两名十大真传挤下去之后，接下来比试继续在剧烈地进行着。众人原本以为楚剑秋和端国冷两人会继续选择挑战排在前列的那些十大真传，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两人在成功跻身十大真传之后，就不再对其余十大真传出手。邵景山被端国冷战败之后，自然不甘心就此调出十大真传，于是也向其余十大真传发起挑战。邵景山首先挑战的是排名第四的单元周，但是和单元周一战之后，邵景山还是败了，只能转而挑战排行第六的龚初丹。龚初丹原本实力就比邵景山弱上一筹，与邵景山一战毫无意外地被击败了。吴凯歌在养好了伤势之后，也继续加入到战斗之中。由于被楚剑秋重创太过厉害，虽然通过珍贵无比的疗伤丹药暂时压制住了伤势，但是对他的实力影响依然很大，所以吴凯歌不敢去挑战排在前面的那些十大真传，只能挑排在最后的拦截下手。吴凯歌之前表面上的实力虽然只是排在比拦截前面一位，但是实际上他的实力比拦截强大得多，即使被楚剑秋重创之后，依然还是比拦截强上一筹。经过一轮轮剧烈无比的交战，十大真传后面的排名被彻底洗了一遍，除了前面金良吉、老飞光、慕容轻盈、单元周四人的排名不变，从第五名开始排名全部发生了变化。如今新的十大真传从第五名开始依次是端国冷、邵景山、楚剑秋、吴凯歌、龚初丹和呼延瑞泽，拦截则被彻底的挤出了十大真传的行列，被呼延瑞泽取代。在这次的比试中，最令人意外的要数呼延瑞泽的表现，谁也想不到呼延瑞泽能够击败拦截跻身十大真传的行列。呼延瑞泽在内门中时虽然也曾长期霸占内门榜榜首，呼延瑞泽的资质和潜力是毋庸置疑的，给呼延瑞泽足够的成长时间，假以时日，呼延瑞泽成为新的十大真传并不出奇。但是众人只是想不到这一天的到来居然如此快，即使呼延瑞泽在战斗的过程中有所突破，但也不过是天罡境七重的修为而已，能够击败半步神变境的拦截，这样的实力委实令人惊异。如果呼延瑞泽只是击败普通的半步神变境强者，众人还没多少惊讶，毕竟天资杰出的妖孽跨越三四个境界战斗并非难事，但关键是呼延瑞泽击败的可不是普通的半步神变境强者，而是作为十大真传之一的拦截。金良吉由于被唐兴文拘押了一天，虽然随后被放了回来，但是已经安分了不少，不再像之前那样嚣张跋扈，毕竟面对能够随时捏死他的唐兴文这样的真正大能，金良吉也受到了不少惊吓。在唐兴文洞府中待的那一天，对金良吉来说可以说是此生过得最漫长的一天。由于不知道唐兴文最终要如何处置他，金良吉可以说度过的每一个呼吸的时间都犹如经历了漫长的光阴长河，每一刻过得都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般忐忑不安。所以等被从唐兴文的洞府中放出来之后，金良吉顿时如蒙大赦，在唐兴文的威慑之下，他哪里还敢去找楚剑秋的麻烦。在比试结束之后，
楚剑秋便开始闭关修炼了。由于成为了新的十大真传，楚剑秋便搬到了十大真传的山峰之中。毕竟十大真传居住的山峰可是36次峰之一，是上清宗除了主峰之外最好的修炼圣地。这些36次峰不但灵气浓郁，而且山水稳固，与上清宗的护山大阵联系紧密。在这里修炼，即使不小心真元外溢，也不容易破坏这里的山水。36次峰的洞府比上清宗任何一个修炼时都好上数十倍。楚剑秋搬到36次峰中，阮雨楼自然也跟随他一起搬过去。作为楚剑秋的贴身侍女，自己主人到哪里，他自然也要跟到哪里。杜寒燕毫无疑问也一样跟着搬了过去。他以楚剑秋的女人自居，自然是要和自己男人住在一起。在见到越来越多的女人出现在楚剑秋的身边之后，杜寒燕更不会离开楚剑秋的身边，他怕一个放手就会永远失去楚剑秋。对于杜寒燕的痴缠，楚剑秋也有些无奈，但楚剑秋又不忍心拒绝他，只好由得他。楚剑秋闭关之后便开始对自己的一些物品进行整理。首先楚剑秋便拿出黄甫红的那具尸身，采用秘法把这具尸身炼化成一具强大无比的傀儡。楚剑秋在得到这具尸身之后一直都没有时间来处理，毕竟炼化一具神选境巅峰的尸身并非一件易事，最关键的还是楚剑秋目前的境界修为太低了。若非楚剑秋的青玉琉璃火在回到万师城时用青丝神火斩把它提升到了三品，楚剑秋依旧没有办法炼化这具神选境巅峰的尸身。但即使如此，炼化这具神选境巅峰的尸身也花费了楚剑秋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耗费了大量的天材地宝。楚剑秋看着这具散发着强大无比气息的傀儡，顿时满意的点了点头。有了这具强大傀儡之后，自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强大无比的贴身打手，也就多了一个强大的保命底牌。以后若是遇到危险时，就祭出这个杀手锏，绝对能给敌人一个大大的惊喜。有了这具强大傀儡之后，这样一来，以后基本上就用不着龙渊剑出手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楚剑秋最大的保命底牌都是龙渊剑，但是在得知龙渊剑在目前这种状态下每一次出手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后，楚剑秋便打算在龙渊剑恢复之前不再让龙渊剑出手了。所以当初唐兴文在击杀黄甫红之后，楚剑秋便向唐兴文要了黄甫红的尸身，就是打算着用这具尸身来炼制傀儡，增加自己的一张保命底牌。不过这具傀儡楚剑秋并没有打算拿来自己用，而是打算让苍元老头入住其中，因为这具傀儡的等级太高了，如果是自己来控制的话难以发挥这具傀儡的真正实力，而让苍元老头这种曾经的尊者境大能来控制，这时再合适不过了。其实本来苍元老头是想直接用黄甫红的尸身作为自己的身躯的，这样就不用自己再去夺舍了。和楚剑秋相处数年，苍元老头也大致知道了楚剑秋的性格。虽然楚剑秋并不反对苍元老头寻找新的身躯，但是楚剑秋却并不很认同这种夺舍之术，尤其是不分青红皂白是非善恶的去夺舍。所以为了不在楚剑秋这边再留下不好的印象，苍元老头便打算直接使用黄甫红的尸身作为自己的新躯体。虽然苍元道人对神玄境巅峰的躯体也不算很满意，但是黄甫红却是他随着楚剑秋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发现的境界修为最高的武者了，既然暂时找不到更加合适的躯体，只能是退而求其次了。苍元道人这几年来在混沌至尊塔中
经过混沌至尊塔的大道温养，残缺的神魂逐渐修复。虽然目前还没有恢复到巅峰，但是也恢复了六七成的程度。若是入主黄甫红的这具躯体，完全能够把黄甫红这具躯体的潜力发挥到极致，甚至比黄甫红本身所发挥的实力都更加强大。只不过楚剑秋却并没有答应苍远道人的这个请求。楚剑秋感觉，以苍远老头这种曾经的尊者境的大能，入住到区区一具神玄境巅峰的躯体之中，为时太过暴殄天物了。要知道，使用神魂控制这具傀儡和神魂与躯体完全结合是两个概念。用神魂控制傀儡，只是暂时借用这具躯体发挥实力，可以随时与躯体脱离。但是，神魂与躯体完全结合，把躯体作为自己的肉身，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到时候再想，神魂与躯体脱离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楚剑秋打算以后找到实力更高的躯体之后，再让苍原老头入住。苍原道人被楚剑秋拒绝之后，也没有太过在意，甚至还有几分暗喜。他之前见到楚剑秋向唐兴文要这局神玄境巅峰的尸神，还以为楚剑秋要把他从混沌至尊塔中赶出来，与其到时候被楚剑秋驱赶，还不如自己主动提出来。毕竟苍原道人作为曾经尊者境的大能，还是有自己的尊严和傲气的。虽然苍原道人向楚剑秋提出了要用黄甫红的尸身作为自己的新躯体，但是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是不大愿意离开混沌至尊塔的。因为在混沌至尊塔中，他所获得的好处太大了。在混沌至尊塔中多待一天，他的神魂就能够多恢复一份。若是让他的神魂在混沌至尊塔中多待几年，他感觉自己的神魂完全能够恢复到自己最巅峰的状态，甚至借用混沌至尊塔的大道意蕴，使得自己突破到新境界也未必没有可能。所以在楚剑秋拒绝他使用黄甫红尸身作为他的新躯体，而又没有把他从混沌至尊塔中驱赶出来的意思，苍原道人顿时不由松了口气，同时心中又是欢喜不已，自己又可以继续在混沌至尊塔中待下去了。青衣小童看到苍原道人那副样子，顿时不由不屑地撇了撇嘴，真没出息。这老头在面对楚剑秋的时候没有半点硬气，那副狗腿的样子让青衣小童看得很是不爽。苍原道人对青衣小童的讥讽视若不见，就算他想计较也没有这个胆子。在混沌至尊塔中，他基本上谁都惹不起，即使他在荒大大陆纵横数万年，也从来没有见过像混沌至尊塔和龙渊剑这样的上古神器。虽然这两件上古神器貌似也是受了极重的创伤，但想灭掉他这缕残魂也是易如反掌。楚剑秋在把黄甫红的尸身炼化成傀儡之后，便开始专心参悟混沌至尊塔中的那个中央阵法。如今除了那个中央阵法，混沌至尊塔第一层的所有符阵全部被楚剑秋破解完全。楚剑秋如今的符阵造诣在整个南种都是无敌的存在。对于第一层的这个中央阵法，其实楚剑秋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参悟，只不过并不是像现在这样专心致志的参研而已。一个月后，36次逢之一骤然爆发出一股玄奥无比的大道意蕴，天地之间生出感应，顿时在上清宗上空生出道道的混沌之气。洞府密室中，楚剑秋周身混沌之气缭绕，一道道耀眼的金光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使得楚剑秋整个人散发着浓郁无比的大道之威，恍若天上神奇。楚剑秋轻轻睁开双眼，两道金光从楚剑秋双眸中射出，
经过两年的参悟，再加上这一个月的专心参研，楚剑秋终于参透了这个中央阵法。这个中央阵法由数十个复杂无比的玄奥阵法组合而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阵法是混沌道阵，在这混沌道阵之中还嵌套着一个传送阵法。无论是混沌道阵还是传送阵法，都是逆天无比的远古大阵。混沌道阵是涉及混沌大道的阵法，楚剑秋虽然初步参悟了这个阵法，但是想要布置出这种逆天阵法，以他目前的阵法水平，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初步参悟是一回事，能够布置出来又是一回事。而且即使楚剑秋的阵法造诣达到这样的水平，也根本没有相应的材料可以布置得出来。这个混沌道阵的作用极其逆天，若是武者身处混沌道阵之中，能够使得武者的身体侵染混沌大道，彻底改变武者的修炼资质。混沌道阵不但可以改变武者的修炼资质，而且还能够提升武者的悟性。身在混沌道阵中的武者，对大道的领悟速度比起在混沌道阵之外提高数十上百倍，如此逆天的作用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这个比起改变修炼资质，对武者的作用都更加巨大。当年崔雅云受伤垂死的时候，被楚剑秋收进混沌至尊塔中，放进中央阵法中治疗之后，无论是修炼资质还是大道悟性，都得到了难以想象的提升。本来崔雅云的修炼资质在玄剑宗只是排行第三，但是经过混沌至尊塔的改造之后，却超过了长孙元白和左丘文，几乎成为玄剑宗除了楚剑秋和南门飞霜之外最高的人。当时还是混沌至尊塔故意控制住对崔雅云资质的改造，才使得崔雅云的资质提升不至于太离谱，否则崔雅云的资质甚至都有可能会超过白衣楚剑秋，成为楚剑秋本尊之下第一人。混沌道阵这种逆天无比的阵法，楚剑秋并没有奢望能够布置出来，这种逆天的阵法或许只能在混沌至尊塔中存在。至于另一个阵法传送阵，虽然比不上混沌道阵的逆天，但是同样也是珍惜无比的阵法，至少在天武大陆只是在一些阵法典籍上看过这个阵法的名字，但是传送阵的布置方法却早就已经失传。楚剑秋在破解了混沌至尊塔第一层的中央阵法之后，已经可以进入这个中央阵法之中。楚剑秋的神魂激动无比地踏进中央阵法之中，在得到混沌至尊塔这十数年的时间，他一直想进入这个中央阵法中，但却一直得不到混沌至尊塔的允许，今天终于得偿所愿。此时楚剑秋的心情既激动无比，却又怀着几分未知的期待。混沌至尊塔显然不止一层，但是楚剑秋在第一层中却找不到向上的通道，根本不知道如何进入混沌至尊塔的第二层。楚剑秋猜测，通往混沌至尊塔向上的通道应该就在这中央阵法之中。楚剑秋的神魂踏进中央阵法之后，眼前一晃，下一刻就已经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眼前入目是一个荒凉无比的世界，灰暗的天空布满一道道狰狞的巨大裂缝，犹如碎裂的瓷器一般，地面也皲裂的犹如一张蛛网，无数巨大的沟壑纵横交错。在那极高远的天空上悬挂着一个个光芒晦暗的星斗，这些光芒晦暗的星斗大多都犹如风中残烛，几乎随时都会熄灭，就寥寥一两个恢复了几分光芒。楚剑秋看着眼前这满目疮痍的世界，不由暗自心惊，混沌至尊塔当年究竟受到了何等程度的创伤，才会变成眼前这个样子。从混沌至尊塔那里得知，
眼前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就是混沌至尊塔的第二层。要说混沌至尊塔第一层空间虽然巨大，但是好歹还能够看出是一座塔的样子，而混沌至尊塔的第二层基本上看不出塔的丝毫痕迹，这就是一片广袤无比的天地。混沌至尊塔告诉楚剑秋，接下来他的任务就是收集足够多的资源来修复第二层的这片天地。楚剑秋听到混沌至尊塔这话后，口中不由一片发苦，如此广袤的一片天地，这需要填进去何等海量的资源才能修复完全。楚剑秋把从秘境中收集到的海量资源投进去了一半，只是修复混沌至尊塔第一层的裂缝，还有第二层的一两颗星辰，而且第二层的这一两颗星辰还只是恢复了那么一点点的光芒，距离完全恢复光芒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不过虽然感觉修复混沌至尊塔第二层这个世界的任务艰巨，但是最终楚剑秋只好认命，谁让自己如今是混沌至尊塔的主人呢？如今楚剑秋的神魂早就和混沌至尊塔紧紧地融合在一起，除非楚剑秋身死魂灭或者混沌至尊塔破碎，否则混沌至尊塔已经不可能和楚剑秋分离开来。楚剑秋修复混沌至尊塔其实也相当于是在增强自己的实力，修补自己的大道。混沌至尊塔每修复一分，对楚剑秋的帮助就增加一分。楚剑秋的神魂再看了看自己脚下所站立的地方，这是一个高达数百丈的巨大高台，高台中央是一个散发着淡淡光芒的传送阵法，在高台四周铭刻着一个个玄奥无比的符文，这些符文由于失去了内涵的道韵，显得很是晦暗无光。楚剑秋的神魂离开高台，在这第二层的世界巡视了一圈，这才返回高台上，通过那个传送阵回到第一层。楚剑秋神魂从混沌至尊塔出来，回到现实中。这时楚剑秋忽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他的神魂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待了大半天，但是此时的天时居然和他神魂进入混沌至尊塔第二层之前相差无几，估计连半个时辰都不到。楚剑秋顿时不由大为惊奇，难道混沌至尊塔第二层的时光流速和外面的世界不一样？楚剑秋想混沌至尊塔问了一下，这才知道混沌至尊塔第二层的时光流速比起外面的世界快了10倍。楚剑秋得知这事情之后心中顿时大喜，这个作用可真是逆天了，这意味着楚剑秋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修炼比起其他武者多了10倍的时间，在里面修炼一天相当于在外面修炼10天，在里面修炼一年相当于在外面修炼10年，这将会让楚剑秋原本就奇快无比的修炼速度变得更加恐怖。楚剑秋在参悟出传送阵法之后，便开始在这座山峰的一处平台上布置传送阵法。与此同时，白衣楚剑秋在万事城也开始着手布置传送阵法。传送阵法需要出发地和目的地两处同时布置传送阵法才能起到作用。布置传送阵法需要诸多珍贵无比的天才地宝，好在楚剑秋在荒大大陆秘境中收集的天才地宝足够多，否则还真凑不齐布置传送阵法的材料。除了在万师城和上清总布置传送阵法之外，楚剑秋还在玄剑城和风寒城也布置了一个传送阵法，把玄剑宗所有重要地点都联系起来。在布置出这些传送阵法之后，玄剑宗的各条防线才算是真正的稳固，无论敌人从哪个方向攻击，玄剑宗的主力都可以通过传送阵及时支援。在布置出传送阵之后，楚剑就继续闭关修炼。此时距离南中联盟
年轻已被大比还有半年时间，楚剑秋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实力。虽然他在上青总大比中击败了吴凯歌，成功跻身于十大真传的行列，但这并不代表着他可以轻视南中联盟的年轻一辈天才，更不用说血影联盟的年轻高手了。要知道，在这种大比之中，与生死厮杀是不一样的。生死厮杀可以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底牌，但是在这种大比之中却有着很多限制，必须要靠着自己实打实的实力来取得比试的胜利。傀儡、法阵、灵符这些外物的辅助手段在这种比试中都是不能使用的，而这些偏偏又是楚剑秋的强项。没有符阵的辅助，楚剑秋的战力将会大打折扣。战胜吴凯歌已经差不多是他现在实力的极限了，要想不凭借符阵等外力战胜那些顶尖的年轻一辈强者，以楚剑秋目前的实力还差了几分火候。本来楚剑秋对半年后的南中联盟内部大比以及一年之后的血影联盟和南中联盟大比还有几分紧迫感，还想着先通过一大堆的资源先把境界修为硬堆上去再说。虽然这样一来可能会留下很大的隐患，但是暂时顾不了那么多了。但是现在能够进入混沌至尊塔第二层之后，楚剑秋就没有了这个顾虑。在外面半年时间，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里面足足有五年时间。五年时间以他的修炼速度，即使不刻意提升修炼速度，至少也能够突破两重境界了。在楚剑秋破解了混沌至尊塔第一层中央阵法之后，楚剑秋已经可以把混沌至尊塔显现出体外，从而肉身进入混沌至尊塔之中。只不过当他肉身进入混沌至尊塔时，则混沌至尊塔会显露出身形来，而他此时整个人又已经在混沌至尊塔中，若是被别人闯进来，会有暴露混沌至尊塔的风险。混沌至尊塔可是楚剑秋最大的秘密，可不想被任何人知晓混沌至尊塔的存在。所以楚剑秋每当肉身进入混沌至尊塔时，便让无垢分身从万石城过来护法。反正现在他在万石城和自己所居住的这座山峰上都已经布置下了传送阵法，来往之间极为方便。楚剑秋进入混沌至尊塔第二层之中，首先修炼的就是紫青炼魂秘法。楚剑秋在突破天罡境之后，紫青炼魂秘法就已经达到了第七重巅峰，再加上这次破解了混沌至尊塔第一层的中央阵法，对于神魂的变异也极大，所以楚剑秋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中只是修炼了三个月时间，紫青炼魂秘法就已经突破了第八重。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中修炼了三个月，外界只是过去了九天。突破了紫青炼魂秘法第八重后，楚剑秋的神魂强度相当于神人境后期强者的神魂强度，一念之间神魂可以笼罩方圆万里。楚剑秋的神魂壮大之后，小五行剑阵也顺理成章地突破到了第三层。此时楚剑秋的小五行剑阵已经能够同时操控五十柄长剑法宝，威力比起第二层的时候提升数倍不止。为了让小五行剑阵的威力更加强大，楚剑秋特意根据每个阵机的属性炼制出相应属性的长剑法宝。这样一来，这个小五行剑阵就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的长剑法宝组合而成。五种属性的长剑法宝再加上楚剑秋领悟了五行道之真意，五种道之真意和五种属性长剑法宝组成的阵级相配合之下，使得整个小五行剑阵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一旦这样的小五行剑阵全力爆发开来，威力完全可以斩杀普通的神变境强者。除了紫青炼魂秘法
小五行剑阵的突破之外，楚剑秋的九转金身诀也仅修炼至圆满的境界，肉身的强度堪比五阶极品法宝。此时楚剑秋就算是站着不动，让一般的天罡境九重武者随便砍都难以损伤他分毫。此外，经过五年时间的修炼，楚剑秋的怒天战拳和红炎雷火剑同样修炼至了圆满之境，紫红雷光盾也修炼至了第三层。以紫红雷光盾第三层的速度，楚剑秋一旦全力施展，即使是神人境巅峰的强者都难以追上他。同时，经过这五年的闭关修炼，楚剑秋的境界也已经由天罡境二重突破到了天罡境四重。这是因为楚剑秋对每个境界都打磨锤炼到了极致，所以修炼速度才显得稍慢。既然有充足的时间修炼，楚剑秋自然不会去追求修炼速度，只有把武道根基打得越结实，日后的武道成就才会越高。否则，如果楚剑秋不刻意压制锤磨境界的话，五年时间，而且还是在混沌至尊塔内这种修炼环境之中，楚剑秋就不只是突破两重境界了，此时或许早已经是天罡境七重的武者。这样一来，虽然一时的境界实力是高了，但是却并没有现在这种把每个境界打磨到极致来得踏实。而且由于混沌至尊塔第二层的时光流速和外界并不一样，虽然他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修炼了五年，但是外界却仅仅过去了半年时间。若是别人见到他短短半年时间接连突破好几重境界，那岂不是要把人给吓死？而且也必然会引起别人对他的怀疑，怀疑他身上有什么逆天的宝物，可以短时间提升境界修为。这样一来，也会增加混沌至尊塔的暴露风险。在外界这半年时间之中，白衣楚剑秋也没有闲着，他阅读了大量从秘境中带出来的剑法典籍，剑道修为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由于村雅云、洛芷云和左丘莲竹三人这几年来已经初步把楚剑秋从秘境中带出来的那些典籍整理归类，这使得白衣楚剑秋在阅读这些典籍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没有崔雅云三人这几年的整理的话，让白衣楚剑秋从那浩繁无比的典籍之中挑出对应的剑道典籍，必然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白衣楚剑秋融合了大量的剑道法门，再结合自己所领悟的道之真意，把剑法、大道、剑意柔合在一起，创出了一门自己的剑法。由于这门剑法是把自己所领悟的大道柔合进去，所以楚剑秋把这门剑法命名为道之剑术。目前楚剑秋暂时只粗略创出了三式：风影式、雷火式和秋杀式。风影式乃是融合了风之大道所创立的剑术。楚剑秋最先领悟的道之真意就是风之真意，目前在所有大道的领悟之中，对风之大道的领悟也是最深的，所以楚剑秋最先创立的就是风影式。风影式由于融合了风之大道，所以风影式的特点也是迅捷诡异，拥有无与伦比的出剑速度以及诡异难寻的出剑轨迹，所以风影式最适合用于刺杀。若是与紫红雷光盾配合起来，将会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威力，最适合出其不意击杀敌人。雷火式则是融合了雷与火两种大道所创立的剑式。雷与火原本就是最为狂暴的两种大道，两种大道柔合在一起，更是能够把威力发挥到极致，所以雷火式是正面攻击力最强的剑式。加上楚剑秋本身就炼化了噬雷珠以及青玉琉璃火两种奇物，施展雷火式时将会发挥出更加难以想象的巨大威力。
雷火式，楚剑秋本尊施展会比五谷分身施展威力更大，因为楚剑秋本尊炼化了噬雷珠，所能够调动的雷霆之力更加强大。秋杀式则是柔合了金质真意和枯寂真意所创立的剑式。锐金之气本身就锋锐无匹，再加上万物凋零的枯寂秋杀之意，这使得秋杀式拥有强大无比的穿透能力，在单点破防方面连雷火式都难以比拟。这三式剑招白衣楚剑秋只是初步创立，还没有来得及完善，但是即使如此，这三式剑招所发挥出来的威力都已经是强大无比。凭借这三式导致剑术，楚剑秋完全拥有与神变境强者争锋的资本。半年时间过去，南中联盟内部年轻一位武者大比的时间也已经到来。上清宗老祖穆雪峰、上清宗宗主公孙泽和唐家家主唐正业带领着新的十大真传赶赴这次大比的地点托月城。唐家在这半年之中势力迅速飞涨，在唐家老祖唐兴文突破神灵境之后，唐家家主唐正业还有好几名唐家长老在这半年之中都突破了神变境。一时间唐家的神变境强者超过了五名，几乎占了上清宗神变境强者数量的三分之一。再加上唐兴文这位神灵境的绝顶强者，唐家在上清宗的地位再无任何人可以撼动。这段时间以来，百里风雷那一脉形势收敛了许多，那些原本投向百里风雷一脉的老祖以及长老会长老这时心中都是后悔不迭。谁能料到本已经风雨飘摇的唐家居然突然间迎来如此大的转机，不但唐兴文突破了神灵境成为上清宗甚至整个南州的真正庞然大物，连唐家其他武者也走了狗屎运接连突破。唐家这半年之中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自然离不开楚剑秋的支持。楚剑秋在闭关修炼之前赠予了唐家不少灵丹妙药，这些灵丹妙药全部都是珍惜无比的六界灵药，在整个南州都是一颗难求，但是楚剑秋却一次性就拿出了不下十颗交给唐家。如今唐家和他完全是站在同一个阵营上，唐家的实力越强，对他的帮助也就越大，楚剑秋自然不会吝啬这些宝物资源。其实如果百里风里那一脉以及其他长老的表现不是令他那么失望的话，楚剑秋同样也会取出大量的宝物资源赠予他们，让他们突破境界，使得上清宗的实力整体增强。毕竟如今楚剑秋最大的敌人是血影联盟，上清宗毕竟是他自己所在的宗门，上清宗的实力越强大对他也就越有利。但可惜的是，百里风雷那一脉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他太过失望了，尤其是百里风雷分明是借助自己所拿出来的那株六阶中品的十万年份灵药才突破到神玄境巅峰，但是百里风雷非但没有感恩，反而变本加厉，贪得无厌，还想继续从自己身上掏东西，对自己百般刁难逼迫。百里风雷那一脉的这种做法令楚剑秋恼火到了极点，如果不是如今南州正处于非常时刻，还有自己目前的实力还不够强大，他早就直接把百里风雷揪出来教训一顿了，又岂会取出宝物资源提供给他们让他们突破。楚剑秋跟随上清宗队伍去往托月城之后，白衣楚剑秋也通过传送阵返回万师城。他离开玄剑宗已经有半年之久，恐怕左丘莲竹、夏幽皇等人长久见不到他又要埋怨了，而且唐宁心和南门飞霜这两个小丫头自己长时间不在万师城，不知道又要闯出什么祸来。南门飞霜在经过数次教训之后
已经安定了很多，但是唐宁心却是屡教不改。这小丫头生性跳脱，根本就定不下来，整天到处瞎逛悠。之前由于南中联盟和血影联盟的战事紧张，万事城外经常发生剧烈无比的战斗。唐宁心在他严厉的警告之下，暂且还能够安定几分。如今战事暂时平息，加上自己又长时间不在玄剑宗，他还真害怕那小丫头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来。白衣楚剑秋的担心在玄剑宗还真的发生了。此时在玄剑宗中，秦妙烟、左秋文、崔雅云等人看着浑身几乎要冒火的唐宁心几乎束手无策。秦妙烟在一旁急得眼泪都快要出来了，这小丫头趁着她一个不注意，居然偷拿了一颗五阶中品的丹药，而且这颗五阶中品的丹药还是秦妙烟使用十万年份的那些灵药炼制而成，药力雄厚到极点，根本不是目前唐宁心所能够承受得了的。而唐宁心不但把这颗丹药给偷偷拿走了，还把它服了下去。楚剑秋究竟跑哪里去了？怎么还不回来？秦妙烟红着双眼，带着几分哭腔说道：该死的楚剑秋，一走就是半年，连个音讯都没有传回来，而且发讯息还不回复。现在唐宁心吞了那颗五阶中品的丹药，楚剑秋再不回来，唐宁心就要被这药力给撑死了。左秋文和崔雅云等人看着唐宁心，也不由有几分无奈，这小丫头也太会闯祸了吧，居然连五阶中品的丹药也敢吞，而且还是用十万年份灵药所炼制而出的丹药。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尝试了很多手段都没有效果，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唐宁心被这药力给撑死？他们也不由很是奇怪，白衣楚剑秋这次怎么会一走就走了这么久，而且还没有半点音讯，这让他们想联系白衣楚剑秋都联系不到。在万事城东城区一个巨大的平台上，一个散发着蒙蒙白光的巨大阵法中，一道白衣身影凭空出现。白衣楚剑秋一回到万事城，就感受到好几道强大气息聚集在秦妙烟的炼丹室中，心中好奇之下，神念一扫便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着唐宁心被庞大药力撑得发胀的身躯，白衣楚剑秋脸色不由黑如锅底，这疯丫头还真是什么事情都敢做呀，如果自己再回来的迟一步，就有可能见不到她了。白衣楚剑秋身形一闪，下一刻已经出现在炼丹室中。众人正围着唐宁心心中焦急无比的时候，此时骤然见到白衣楚剑秋的出现，顿时不由大喜，这下唐宁心有救了。楚剑秋，你这半年死哪里去了？发讯息都不回复。秦妙烟见到白衣楚剑秋出现，顿时又惊又喜又是恼怒，都忘记了左秋文和崔雅云等人还在场，忍不住开口就骂了起来。白衣楚剑秋闻言顿时不由一愣，这才想起当初自己参悟道之剑术正到要紧关头，为了防止别人打断自己悟道的状态，白衣楚剑秋直接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白衣楚剑秋当初也没有想到自己一参悟就参悟了那么久的时间。这事儿等会儿再说。白衣楚剑秋摆了摆手说道，说着他手掌一张，一道青白色火焰浮现在手掌中。白衣楚剑秋手掌一翻，手中青白色火焰顿时注入唐宁心体内。唐宁心顿时整个人都被熊熊的烈焰包围，但是在如此恐怖的烈焰的包围之下，唐宁心却又没有受到青白色火焰的丝毫损伤，这需要强大到了极点的控火技术方能做得到这一步。秦妙烟虽然控火技术也极其高超，但是与白衣楚剑秋相比还是相差不少。白衣楚剑秋对于
火之大道的领悟已经到达了道之欲境的地步，对于火焰的控制几乎已经可以随心所欲。而秦妙烟只不过是刚刚领悟火之真意，距离领悟火之欲境还差得远。其实秦妙烟也想过用青玉琉璃火帮忙唐宁心炼化体内的药力，但是秦妙烟却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把唐宁心直接给烧成灰烬了，所以不敢冒这样的大险。自己体内的青玉琉璃火由于被自己炼化，所以不会对自己产生伤害，但是对别人来说却拥有着极为恐怖的破坏力。秦妙烟正是因为炼化了青玉琉璃火，实力在玄剑宗骤然间跃升一大截。本来秦妙烟在玄剑宗的天罡境武者之中实力基本是垫底的存在，但是如今由于凭借着青玉琉璃火的威力，即使是长孙元白也不一定能够打得过他，也就左秋文和崔雅云两人还能够稳稳压他一头。一个时辰后，唐宁心体内的庞大药力终于在白衣楚剑秋的帮助下完全炼化，而唐宁心的气息也是大涨，一个时辰之中接连突破了两个境界。白衣楚剑秋把青玉琉璃火收回了体内，脸色阴沉地看着唐宁心，这次他非要给唐宁心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不可，否则以后他还不知道要闯出什么祸来。唐宁心从来没有见过白衣楚剑秋如此难看的脸色，知道这次要遭，心中不由一阵害怕，连忙一闪身躲在了秦妙烟的身后。只不过秦妙烟这次却没有再护着他，一把把他从身后拎了出来。这疯丫头的确就是欠收拾，不把他狠狠教训一顿他都记不住疼。唐宁心见到连师父都不向着他了，心中更是发虚，顿时不由可怜巴巴地看着秦妙烟说道：师父，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秦妙烟冷着脸哼了一声，没有理他。这次他必须要把心肠硬起来，以前就是因为自己太纵容唐宁心了，这才会造成今天这一幕。还好白衣楚剑秋及时赶回来了，否则还不知道要酿成什么样的大祸呢。唐宁心见到师父不理他，顿时又跑到崔雅云身前，扯着崔雅云的衣角说道。崔雅云看着他那可怜的样子，顿时心肠又不由一软，只是崔雅云也知道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对唐宁心纵容下去，也就没有帮他求情，只是看着他说道：在整个玄剑宗也只有楚剑秋有办法治得了唐宁心，其他人无论是左秋文、崔雅云还是秦妙烟都拿唐宁心没办法，最关键的是对唐宁心狠不起心来教训。白楚剑秋冷哼了一声说道：哼，闯了这样的祸你还想逃得过去，给我过来。唐宁心这次是真的怕了，以前他之所以不怕白楚剑秋，是因为有师父师伯撑腰，只要师父师伯出面，白楚剑秋就奈何不了自己。但是这次师父师伯都不站在自己这边了，岂不是要任由白衣楚剑秋拿捏？如果放在以前，听到白衣楚剑秋这话，唐宁心肯定要对着白衣楚剑秋叫嚣几句，但是这次他却不得不乖乖走到了白衣楚剑秋的身旁。形势比人强，这次失去了师父和师伯的撑腰，只好暂时听楚剑秋的。唐宁心知道自己乖乖配合的话，可能白衣楚剑秋的惩罚还会轻一些。这次白衣楚剑秋直接把唐宁心囚禁了起来，至于什么时候放他出来就看自己的心情了。唐宁心一天不改掉这无法无天的性子，就一天别想出来。唐宁心听到白衣楚剑秋那话时顿时几乎要疯了，白衣楚剑秋这不知道要关他到什么时候，如果白衣楚剑秋一关就把他给关个十几二十年，
自己岂不是要被生生憋疯？只不过无论唐宁心怎么抗议，白衣楚剑秋都没有理睬他。如今南州局势看似暂时平静了下来，其实内部波涛暗涌，隐藏在暗处的凶险甚至比起战时更加凶险。白衣楚剑秋自己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像这次闭关参悟见到那样长时间难以和外界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把唐宁心关起来的好，以免他到时候跑出去误了自己的性命，自己可不是每次都那么好运恰好能够赶到救他。唐宁心被白衣楚剑秋关起来后，开始不停地轰击着密室的墙壁，想要砸开这个牢笼逃出去。但是这个密室是白衣楚剑秋亲自打造的，不单指建造的材料坚固无比，而且布置下了非常厉害的阵法禁制，即使是半步神变境的强者都难以破开密室分毫，更不用说唐宁心这个区区天罡境三重的武者了。除非唐宁心能够突破神变境，才有可能砸开这个密室。但是等到唐宁心突破神变境之后，白衣楚剑秋也用不着关他了。以唐宁心的血脉资质，一旦突破神变境，整个南州还真没多少人能够杀得了他。他那远古龙象血脉修为越高，发挥的威力越恐怖。唐姐姐，你不要砸了，这个密室你是砸不开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师父的厉害，这密室肯定被布置下了很厉害的阵法，况且师父也是为你好。南门飞霜跑到了密室外面，隔着那厚重石门的窗口对里面的唐宁信说道。好个屁的好，以前他关我好歹也有个期限，这次连期限都没有，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关我一辈子。如果要我一辈子待在这个鬼地方，我不如死了算了。唐宁心气愤愤地说道。不过他口中虽然如此说，其实内心深处也知道白衣楚剑秋的良苦用心，自己这几年行事的确是有些肆无忌惮了。这次要不是白衣楚剑秋赶回来的及时，恐怕自己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看来以后要玩的话，不能再玩这么刺激的事情了，否则下次还被楚剑秋抓到，可能真的会关自己一辈子。由于被白衣楚剑秋囚禁起来，唐宁心百无聊赖之下，只好把心思放到修炼上。在以往，唐宁心虽然也会花时间修炼，但是由于他心性跳脱，从来不曾真正的静下心来认真修炼过。他的境界基本上都是靠着吃丹药一颗颗吃上去的，虽然由于他的血脉特殊，吃下的这些丹药虽然大都不会留下什么隐患，但是毕竟由于吃的丹药实在太多了，即使秦妙烟的炼丹水平高超无比，也不可能做到每一颗丹药都纯净的没有半分杂质。唐宁心整天吃丹药犹如吃糖豆一样，年长日久的积累之下，体内还是造成了一定的杂质淤积。虽然目前或许对唐宁心没有多少影响，但是以后还是会留下一定的隐患。所以这次白衣楚剑秋在帮他炼化那颗五阶中品丹药的时候，顺便把他体内那些淤积的杂质也用青玉琉璃火给清理了一遍。白衣楚剑秋用青玉琉璃火帮他清理了体内的杂质之后，唐宁心相当于彻头彻尾的断体一遍，对他的好处是难以想象的。这次他终于沉下心来修炼之后，他那远古龙象血脉的威力开始逐渐的真正显露狰狞。白衣楚剑秋回到万石城之后，把这半年来发生的事情梳理了一遍。由于玄剑宗目前众人各司其职，即使没有他坐镇，基本上也能正常运转。由于楚剑秋从秘境中所带出来的那些海量资源的投入，这几年玄剑宗的发展几乎是日新月异，以一日千里来形容都不为过。玄剑宗的大军规模已经超过了百万，而且这百万大军都是久经战场的精锐，
尤其是神剑军、苦营、机关营、暗夜营和火夫营五大军营，任何一个军营的实力目前都已经跻身南州顶尖战部的行列。即使是遇到血影联盟最精锐的战部，一品万石城的玄天神火混元大阵都已经有了一战之力。其实在这几年血影联盟和玄剑宗的交锋中，血影联盟不但没有占到半点便宜，反而丢失了差不多将近十个上等蜀国，使得玄剑宗的疆域与紫光轩打成了一片，彼此之间能够守望相助，使得血影联盟大军在进入这片战场时战斗更加艰难。这几年来，玄剑宗已经把幽梁国和赤豹王国两个原本属于血影联盟的上等蜀国彻底划入了自己的疆域之中，在其中修建了熊城要塞。不过玄剑宗却并没有打算派兵防守这些熊城要塞，只是在这些熊城要塞中布置少量的兵力作为预警之用。这两个上等蜀国还是被玄剑宗视为战略的缓冲要地，其余八个上等蜀国作为战斗的战场，而这两个上等蜀国则作为战略缓冲，使得玄剑宗在面对血影联盟大军攻击时能够有更大的战略纵深，不至于血影联盟大军一来就直接压到万石城下。除了大军的发展迅速之外，幽皇阁的扩张速度也极为迅速。现在的幽皇阁几乎开遍了南中联盟七大宗门的每一处疆域领土，幽皇阁出产的物品畅销无比，无论是灵符阵法还是丹药法宝，在南中联盟各处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幽皇阁各种产品在南州的销售基本上都是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也不单只是南中联盟，即使是妖族也和幽皇阁有着极大的生意往来。正是因为有了幽皇阁出售的破幽符和去冥符，妖族才真正遏制住了幽冥族大军的入侵扩张。因为这笔生意的来往，妖族和玄剑宗结下了不少香火情。毕竟玄剑宗的两种灵符对妖族的帮助实在太大了，若是没有这两种灵符，妖族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不过幽冥族的侵略虽然最终被遏制住了，但是幽冥族却也趁着南州内乱在南州站稳了脚跟。千万幽冥族大军虽然被消灭了不少，但是也还有数百万大军存活了下来。这数百万幽冥族大军由于吞噬了不少血肉生灵，其中很多幽冥族的实力迅速飙升。如今这些幽冥族大军之中已经出现了半步神变境的幽冥族，成长速度堪称惊世骇俗。如果再让这些幽冥族大军继续吞噬生灵成长下去，恐怕最终南州还是会沦陷在幽冥族的魔爪之下。只是可惜如今南州联盟还在和血影联盟僵持着，妖族又在幽冥族的入侵之下元气大伤，目前能够勉强防御的主幽冥族的侵略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更不用说主动出击去剿灭这些幽冥族。风寒国城池要塞的建设在这几年之中已经完成了六七成，白楚剑丘开始让风寒国中召集的那支庞大无比的建设大军分了一半出来去建设大前王朝的城池要塞。如今玄剑宗三大基地中，松涛国建设的规模是最为庞大的，风寒国建设的也不差，反而是处于中心的大前王朝最为寒碜。如今大前王朝中心的玄剑城即使包括外城也才区区方圆千里，于万石城和风寒城这种方圆万里阵法禁止无数的熊城根本没法比。白楚剑丘专门花了几天的时间来处理这半年来所积压的一些事情，虽然玄剑宗大部分的事情都不用他来操心，自有各职能部门的人来处理，但是对于一些重大事情的决策方面，即使左丘文都拿不了主意，这些事情就需要由白衣楚剑丘亲自来处理了。白衣楚剑丘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
便又开始闭关参悟，剑道典籍。虽然在上青宗那半年时间，他创出了道之剑术三式，但是这三式剑术还比较粗糙，需要他不断地去打磨完善。在上青宗洞府中参研剑术时，他只是一个人闭关苦思。如今回到玄剑宗，白衣楚剑秋便拉上了崔雅云、洛芷云和左丘莲竹一起参悟。由于这几年来，崔雅云、左丘莲竹和洛芷云一直都在整理分类楚剑秋从秘境中带出来的各种典籍，这数年来，三人阅读了浩如烟海的各种武学典籍。在玄剑宗，甚至是整个南州，论起眼界见识方面，几乎没有人能够超出他们三人。因为楚剑秋从秘境中所搜刮的那数十个上古宗门遗址，每一个宗门都是比南州联盟七大宗门都还要强大的庞然大物。这些上古宗门中所储藏的典籍数量浩如烟海，而且品阶等级也极高。崔雅云三人花了数年时间专门整理卷纸如此浩繁的各种武学典籍，所积累的武学知识之丰富是难以想象的，即使连如今的楚剑秋都远远比不上三人。毕竟楚剑秋平时除了修炼，还有无数的事情需要他处理，即使他拥有两个可以独立思考的身体，也依然没有时间像崔雅云三人那样专心致志地去阅读各种武学典籍。所以拉着这三人一起融合完善所创作的道之剑术是非常有必要的。果然，在崔雅云、左丘莲竹和洛芷云三人加入之后，白衣楚剑秋完善道之剑术的速度加快了不少。这三人在陪白衣楚剑秋创作剑术期间，屡屡都能够指出一些切中要害的问题，而且还能提出一些非常好的建议，使得白衣楚剑秋能够触类旁通。崔雅云三人陪着白衣楚剑秋一起创作剑术，对自身的提升也是巨大无比。这几年来，虽然他们不断地阅读各种典籍，眼界见识丰富无比，但是那么多的武学典籍，他们又不可能都拿来修炼，所以他们的眼界见识是丰富了，但是对他们的实力却并没有多少提升。但是这次陪着白衣楚剑秋一起创作完善道之剑术，相当于白衣楚剑秋带着他们一起把他们这些年中所积累的知识系统的梳理归纳了一遍，使得这些武学知识真正的转化为他们的实力。这一来，数年来的辛苦积累的威力终于表现了出来。由于积累的底蕴太厚了，所以一旦爆发出来的威力也极其惊人。在白衣楚剑秋带着他们一起创作道之剑术期间，崔雅云、左丘莲竹和洛芷云三人的实力提升的速度恐怖无比，以一日千里来形容都丝毫不为过。只是短短半年时间，崔雅云的实力就超过了左丘文，成为了玄剑宗白衣楚剑秋之下第一人。而且就连左丘莲竹和洛芷云的实力也在向左丘文不断逼近，超过左丘文也指日可待。这三人实力的提升可并不单单是境界修为的提升，最重要的是对武道的理解与领悟方面。除了楚剑秋之外，整个玄剑宗无人可与他们三人相提并论。以他们如今的实力，越境杀敌基本上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崔雅云目前虽然是天罡境七重的境界，但是他的实力却丝毫不弱于巅峰的半步神变境强者，与上青宗的十大真传相比都不遑多让。见到这三人的实力提升如此恐怖，连左丘文和长孙元白都不由得有些眼红。只不过这种事情是羡慕不来的，谁让崔雅云三人与楚剑秋之间的关系最亲近，而且他们两人也没有崔雅云三人所积累的底蕴深厚，也参与不到白衣楚剑秋的剑术创作中去。长孙元白此时都不由有几分后悔了，早知如此，自己也像崔雅云三人
一样去阅读大量的武学典籍，那么这次自己也能够参与进去，对自己的武道将会有巨大无比的裨益。只可惜以前长孙元白一直只顾闭关修炼，即使对于那些剑道典籍，长孙元白也只是挑出了数十本对自己比较合适的来阅读，再选出其中一两门剑法来专心修炼。在以前，他并不认为像崔雅云三人这样阅读如此多的武学典籍有什么用处，毕竟他从来没有想过像百叶楚剑秋这样自己来开创一门剑术。毕竟自己开创一门武学，这需要极大的气魄与智慧，丰富的眼界见识，深切的大道领悟，杰出的天赋悟性，各方面的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开创一门武学只会是一场笑话。开创的武学等级越高，条件越是苛刻，一旦开创不成功，将会浪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引起大道反噬都是有可能的。当然，如果像长孙元白这样的天罡境武者开创一门地界武学，这还是很容易的。毕竟以天罡境的境界，对于地界武学的理解完全是高屋建瓴，开创一门地间武学可以说没有丝毫的难处。但是这种做法没有丝毫意义，对自己的武道没有半点裨益。所以武者修炼一般都是沿袭前人的武学功法，很少有人会开创一门武学来修炼。当然，如果一旦创立成功的话，对自己的武道也将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益处。白衣楚剑秋在创立道之剑术时，也想把这门剑术传授给崔雅云、左丘莲竹和洛芷云三人。但可惜的是，即使崔雅云三人参与了这门剑术的创作，对这门剑术的理解也不浅，但由于这门剑术的修炼要求太高了，崔雅云三人根本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崔雅云、左丘莲竹和洛芷云都只不过是领悟了一条道之真意，哪里像楚剑秋这样领悟了将近十条道之真意。而且三人所领悟的道之真意没有一条和百一楚剑秋所创立的这道之剑术三世沾边，想修炼也修炼不了。大道的领悟极其艰难，比境界的提升都要困难无数倍，而且大道的领悟并不是靠纯粹的努力就可以达到的，还要靠玄而又玄的机缘。在大道领悟方面又是数百上千年的苦餐，还不如一朝顿悟。白衣楚剑秋所创立的道之剑术基本上注定只有他一人能够修炼，因为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他这样领悟如此众多的大道真意。而领悟相应的大道真意却是修炼这门剑术的先决条件，没有领悟相应的大道真意，即使把剑招学了去，也根本发挥不出这门剑术的半成威力。不过崔雅云三人虽然修炼不了白楚剑秋所创立的这道之剑术三式，但是本身的剑道造诣却在于白楚剑秋创立道之剑术的过程中却得到了难以想象的提升。现在左丘文根本都不敢和崔雅云切磋了，因为现在的他在崔雅云面前根本就挨不了一剑。虽然他的境界修为和崔雅云都是天罡境七重，但是两人的实力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作为堂堂的玄剑宗宗主，几位同门之中的大师兄居然连自己的师妹一剑都抵挡不住，这让左丘文脸上根本挂不住。所以自从那次之后，左丘文便再也不和崔雅云切磋剑术了。其实那次的切磋，崔雅云也没有料到自己的剑道威力那么强大，如果早知道如此的话，他出剑的时候就会控制住出剑力道了，即使让左丘文败也不至于败得那么凄惨彻底。不单只是崔雅云，现在就连左丘莲主和洛芷云都能够击败左丘文，只不过做不到崔雅云那么轻松写意而已。现在左丘文见到他们三人的时候根本就不敢在他们面前谈剑，以免自取其辱，
至于长孙元柏，几乎是见到他们三人就绕路而行，因为他在见到三人的时候委实感觉无言以对。在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剑道领域，居然被三人彻底碾压，这让长孙元柏一时有些接受不了。被楚剑秋碾压也还罢了，毕竟楚剑秋这种变态，整个南州的历史上都没有见到过如此妖孽的人物。被崔雅云碾压，长孙元柏也还能够接受，毕竟崔雅云是自己的师姐，被自己的师姐打败也不算什么丢脸的事情。但是被左丘莲竹和洛芷云这两个晚辈吊打，这就有点伤自尊了。现在长孙元柏整天就去修炼室中用剑意淬体大阵找虐，想通过剑意淬体大阵来突破剑道上的瓶颈。毕竟剑意淬体大阵对于剑道的领悟有着极大的裨益，只是过程不大好受而已。就这样，玄剑宗除了梁艳玲之外，再次多出了一个受虐狂人。每次长孙元柏从修炼室中出来的时候，别人根本都不敢靠近，因为他身上的剑意委实太过浓郁了。在长孙元柏周身数百丈内，剑意浓郁宛如实质，一切靠近他的事物都会被他凌厉无比的剑意切割成粉碎。而此时的长孙元柏也会主动远离人群，飞到万世城上空的云海中，等到身上的剑意平息下来之后再返回地上。经过这种疯狂的修炼，长孙元柏的剑道水平也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飞快提升着。虽然他在剑道的领悟上暂时还没有崔雅云、左丘莲竹和洛芷云深，但是论起剑意上的纯粹，连崔雅云三人都比不上他。这样一来，使得左丘文的压力山大。崔雅云他现在是不可能打得过了，现在连长孙元白和秦妙烟都有超过他的可能。长孙元白胜在剑意纯粹，而秦妙烟因为白衣楚剑秋用青丝神火斩帮他把青玉琉璃火提升到了三品，使得青玉琉璃火的威力大涨。左丘文现在都不敢说可以稳赢身居三品青玉琉璃火的秦妙烟。这样一来，在几位师兄弟之中，他基本上就只能打得过唐玉山了。只是唐玉山可是三军统帅，主要的战力是在战场上，和唐玉山比拼个人武力没有多大意义。再这样下去，他这个大师兄实力就会在一众师兄弟中垫底了。左丘文可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是多没面子的一件事情。于是左丘文找到了白衣楚剑秋，要卸任宗主之位专心修炼。只是白衣楚剑秋更没有时间来管理整个玄剑宗，哪里肯答应这事儿？在一番讨价还价之下，两人商量出了一个折中之法，让吕台来协助左丘文管理玄剑宗。除了大事决策之外，平时玄剑宗的管理都交由吕台来做。以吕台的能力协助左丘文管理玄剑宗还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托月宗山脚下的托月城，兰州联盟无数武者正纷纷向这里汇集。托月城是南州联盟最繁华的城池，这座城池方圆达到5万里，在规模上连扩建之后的万师城都无法与之相比。来到托月城后，楚剑秋了解到这次南州联盟年轻一辈大比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一个月后所有参与比试的各宗门弟子进入松泉秘境中，通过采摘的灵药品阶高低以及多寡来判定得分。松泉秘境是南州联盟七大宗门共同掌控的秘境，这个秘境500年开启一次。秘境之中有着丰富无比的资源，但是同样也有着巨大的凶险。而一个月后恰好就是松泉秘境开启的时刻，让参与比试的弟子进入松泉秘境中历练，一来是为了获取松泉秘境中的资源用来补充南中联盟的战争损耗。毕竟这次南中联盟与血影联盟的交战
消耗了巨大无比的资源。南中联盟每个宗门现在都面临着资源短缺的窘境。松泉秘境500年已开启，现在距离上次开启的时间已经过去了500年，秘境中的各种天才地宝应该又已经成长了不少。二来则是让这些参加比试的弟子在历练之中尽量提升实力，以应对后面与血影联盟的交锋。毕竟最后与血影联盟年轻一辈弟子之间的比试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而提升弟子实力最好的手段就是经历生死历练，在这种凶险无比的历练之中，这些弟子的实力才会迅速提升，为后面与血影联盟比试增加多一份胜算。楚剑秋来到托月城安顿下来之后，便又开始闭门修炼。为了接下来的战斗增加更多的胜算，楚剑秋对修炼可是半点也不敢松懈。在楚剑秋闭关修炼的第三天晚上，房门忽然被敲响。楚师弟，你在吗？门外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楚剑秋认出这是慕容轻盈的声音。楚剑秋心中不由有些奇怪，这么晚了，慕容轻盈还来找自己干什么？楚剑秋心中虽然疑惑，但还是从床上起来，走到门边，打开房门，只见在那淡淡的黄昏余晖中，一道清丽出尘的身影俏立门外。慕容师姐，找我有事儿？楚剑秋看着慕容轻盈，疑惑地问道。